瞧瞧，这是我爸新给我买的遥控快艇，让我开给你们看看，这速度可是一流的。红红，快开起来看看。哎咻，看我的，哟呼，来吧，瞬间加速，看我的超级飞跃，刷，水啊，炯炯，你这样跳下去不但救不了明明，连你自己也会溺水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总不能傻傻的看着吧。别慌，你快去呼救，看看周围有没有大人，我去周围找找有没有树枝绳子什么的。快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救命啊，快来人啊，有人溺水了，快来人啊，救命。树枝绳子呢？咦，那假身呢？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太好了，是树枝。明明，不要跑，我来救你了。嘿，快抓住树枝！啊啊！不行啊，我抓不住了。哎呦！我的脚，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，怎么闪也闪不掉啊！哎，有小孩子的喊声，好像在求救，是那边传来的。不要怕，孩子们，让叔叔来帮你们。不要怕，孩子，叔叔来了，抱着叔叔不要松手，咱们这就上岸了。来，小朋友，咱们把水给吐出来。我得救了，谢谢，谢谢叔叔。